家好，这里是七十二变，我是七妹。早晚刷牙才能保持一口好牙，是我们应该养成的好习惯。不过呢，早晨赶时间，晚上工作结束又很累，有的时候刷牙呢也变成了一种负担。那现在有一款只需要3秒钟就能完成刷牙过程的 Unique Smart Brush 刷牙机，使用方法呢非常的简单，只要把设计与牙齿排列非常相似的牙刷部分套上四方的盒子，然后把牙刷部分套在你的牙齿里，用手指点击两下四方盒子， Unique Smart Brush 就会开始为你刷牙。你甚至可以含着它，然后做其他要做的事情，例如梳洗脸部、喷香水或者是整理发型等等。最后呢，你只需要漱口便可以完成整个刷牙过程，而你也不需要担心牙刷部分藏有细菌。在 Unique Smart Brush 放回它的充电机时，冲击就兼做了消毒机的角色，将牙刷部分利用紫外线进行消毒。那官方提供了 Unique Smart Brush 的专用牙膏，现在呢在 Kickstarter 上进行众筹，只需要119欧元就可以购买一套，早鸟价格为99欧元，3秒钟就可以刷好牙，省时干净又方便，是一个很不错的设计。好了，这期节目就到这里，关注七十二变，开启你的智能生活。